小遥控玩。哦，小鬼僵尸，快把你的裤子提一提，要露屁股了都。哎呀，好羞羞啊！我也不想啊，我一直在提，可是它还是一直往下掉啊。哎，我建议你去买一条皮带系上吧。皮带管用吗？贵不贵？不贵不贵，快去买一条吧，屁股都露出来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买一条皮带。老板，给我来条便宜点的皮带。嘿嘿，啊，绑上皮带还真的不掉了，哇哈哈哈！牛仔僵尸，谢谢你，这回真的不掉了呢。看看皮皮不乐了，哈哈哈哈！白痴啊，皮带不是这么系的呀。皮带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